这是我妈离开我的时候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我不准任何人拿她开玩笑。我没有时间听你们道歉，超央大师的作品我想你们也赔不起，你们等着坐牢吧。洪希平是我房东的儿子，我不希望看到他受到任何惩罚。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如果你肯回来，我就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三立特惠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爱像巧克力。